今天呢是他们三个2岁的生日，我打算带他们三个去拍一组写真，但是我走遍了我们这儿方圆10里的写真馆，没有一家肯接待他们，这是最后一家了，要实在不行我们只能回家自己拍了。那好，走吧。哎，你好，我能进来吗？可以进，可以进，我们想拍一组照片，可以。但是咱俩是可以拍古装的。他们在外国走，能行吗？拍古装？给你们来个夫妻结合呗。快走吧。谁的让车？真的吗？这么神奇啊！对。这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哎呀妈呀，可真帅呀！